拜，祈求开工顺利；二拜，祈求人员平安；三拜，祈求工程顺利圆满。为咱这口号以及祈求这的乡亲士大，大家好，欢迎。迄个时阵开始吼，差不多2003年才完成啦。啊，事实上吼，这规划是前一年前就开始咧规划啊。哦，当然当初就是为了咱家吼，这个真正吼一个因果，就是咱万基先生在家出生的。十年后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的一挂木造的物件就开始老化吼、哦。譬如讲的话，这个椅啊就开始吼、哦，虽然阁会使使用，啊，不过迄个表面就开始咧歹呀吼。啊，所以咱即届就是咱根据迄个馆长的指示吼、哦，啊来配合吼、哦，咱现主席吼、哦，咱的船长、咱的理事长吼、哦，一挂指示甲要求吼、哦，咱就开始来做即届的迄个改善的工程吼、哦。啊，当然即届项目就第一个部分就是咱的巷仔口。诶，这个吼入口意向吼，主要是吼，咱落迄个外地游客，伊会使吼经过遮，切到五百的时阵，切到二五的时阵，会使足清楚的看讲哦，这个巷仔口就是咱的李万基的故居的内底，希望讲伊就行路入来吼，啊，希望讲会使吼慢慢啊散步入来，看一寡咱的五百社区这个吼巷仔路内底小巷风光，这嘛是咱的一个特色，和咱的李万基故居吼，会使继续吼风华再现吼啊。继续吼，变作咱吼，吸引外地游客，啊，佮教育咱在地主地的一个重要的空间。啊，李万基故居，来赞啊！